天地万物拢是伫这个时空生存磨灭，人生嘛是同款啊，也是同款伫这个时空中生老病死。咱平常时拢是讲人生价值，就是伫啊追求希望。到底希望的方向实在是真宽，什么时阵会当通好真正得到咱心所求、意所满足的希望呢？希望咱会当将咱的心啊，爱自关照，唔通讲将这个时空安尼空空白白过去。时就是时间啊，空就是空间，人生啊。就是因为在这个空间里有万物人事，万物人事占满了空间，但是呢，万事万物也是由时间的成长，却也是因为时间而消退。但是呢，咱人啊，都无法度通去体会到时间、空间这个人生真正的价值是啥物，拢总是真正的盲目目的，不断追求，这真正是苦啊。有一天，佛陀呢，看到迦叶尊者年老啦，就向迦叶尊者讲：“你咱的年岁也多啦，咱的心愿就是希望人人会当接触了佛法。”但是众生啊，迷茫的人也还是真多啊。佛陀呢，又搁在讲，人生啊，人总是颠倒啦。人若是生的时，就抱着欢喜的心情，互相祝福。大家人敢会当知影？每一个人为着生活，为着伊的欲望，不断的追求。追求的中间，实在是非常的辛苦，又得又失，真少的人去体会，去了解。佛陀就在举一个例，有一个富有的家庭，有一天的透早，来了一位非常端庄美丽的天女啊。这主人看到了，心生欢喜。天女啊，伊就讲：“我是功德天啊。”我呢，就是时时在人间去散播幸福的种子，和人人的幸福财富。我今仔日就是跟你有缘啊，来到你的家庭拜访啊。
父王呢，真欢喜，伊就讲真有幸啊，会当得到恁来到我的家庭，我真正是足有福的呀、啊。外面又来了一个呢，查某人非常的歹。富裕的人看到这位查某人来到伊的门口，伊呢心就起着真正的厌恶迄个心。这个查某人伊就讲：“我的名叫做黑暗，我去到多一个所在，就是把迄个地方呢带来了迄个衰运。”这位富裕的人就厌恶。很害怕，他就跟他说，我这个地方没欢迎你来，你赶紧出去，赶紧回去。这个查某人就说，我的阿姊已经在你的家里了，我姊妹呢，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是同齐做啊，不管去到哪里，我也是同齐走。你若要叫我离开啊，我的阿姊嘛都爱同齐离开啊。这位富裕的人，伊就讲，我要甲你的阿姊留伫我的厝诶，只是无爱你。伫迄个中间，这位阿姊呢就出来就讲啦，对啊，伊是我的小妹，阮两个姊妹呢永远相随，无离开。既然你爱我，你必定我那都爱接受我的小妹。这位富裕的人想想的呢，恁两个拢总甲我出去。这对的姊妹啊，离开了这个家庭啊。就去到一位贫穷人的家庭，阿姊还是同款介绍伊带来幸运。这个小妹呢，伊就讲，我是带来衰运。贫穷的人，伊就讲，既然恁都想要来啦，我也是欢喜接受啊。这个阿姊就讲：“你接受我，你敢会当接受我的小妹？”伊就讲：“反正呢，我平常时空无一物啦，我也无虾米好消磨的物件，希望咱大家人会当安然相处。”不多把这个故事讲啦，伊就向家业讲，当幸福之神来的时，就是足欢喜的；当不幸的神来的时，就是呢非常的厌恶。人人都是要去追求好的，都是要去排斥无好的。这就是颠倒迷茫的众生，哪会当人人亲像迄位贫穷人？伊会当通好了解人生本来就是空无一物，自然伊都无增，自然伊都无减，该来的时总是爱来，哪会当抱着这种平淡的心，安尼，人伫这个时空啊，就是啊，自然啊，就无有可能加上心灵的折磨啊。所以，咱听到这段的故事，哪怕是佛陀伊弟子，同款有少年的时阵。
赶快有老的时刻，少年的时，伊的立志、发心，伊会当为人群付出，在这个时空啊，成就一切。但是呢，同样是在这个人间，时间的循环，同样是会老，会衰退。何况讲咱大家啦，不过，那就是爱学的呢，把咱的时间、甲空间，咱来好好应用。平常时的心态啊，好好调整。那那些啊，太想要求，那么咱都有得有失的烦恼。咱若无想要求，世间会啊有，自然咱的心就会当平静。总共一句，时时都是爱磨练咱的心。